我们今天要聊是什么？约会第一次就 out， 为什么？因为哈很简单，你做的这些行为 NG， N 到不行 ，no good， 印象就不好。对，如果说印象不好，他马上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不想要了。哦，怎么可能会说这种话？谁会说什么不想要了？为什么会说不想要？首先呢，就是急着进一步，过多的肢体接触。你说你自己哦，太脏了。我对方啦，对方。我曾经遇过这样子的，有一次呢。有一个朋友介绍我，一个女生，我觉得那女生我对她印象也还蛮不错的。然后我们就去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呢，可能她可能空腹吧，我们就喝一点酒，是是是，喝一喝吃点饭。刚开始聊天，整个感觉是还蛮不错的，我觉得这女生也很能够，你跟她聊什么，她会回应你，她不会觉得你很冷或干嘛。喝两杯，对对对，我跟她讲冷笑话，她也会很开心。我说，请问你什么门？什么门是最贵的？什么门？不知道对不对？对，云门。为什么？因为云门五级啊，五级啊，五级，对，类似这样，他就会有反应，然后喝一喝，他越喝越，我遇到不得了了，知音，喝到有一点抓音了，就是直接坐到我的腿上，哇，是什么？我刚开始认为是幸福的感觉，他把职场的表现拿来显示。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做酒店的，喂，玩骰子，喂。重点是他后来的手，他喝到丁呢。他后来的手不是摸我的身体哦，他是摸我的小小钟。他说你的小小钟吗？对，他说他要先验货。好恶心，好夸张。我当场真的吓到，立刻弹开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一下又高兴，一则以悲，就说必须推开，必须要推开。我说哎，你放尊重一点。好的。然后就说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啦，坐回来。这个我们啊，现在真的都死无对证，这些对话搞不好是反过来的。我发誓，那你称他啊，你放尊重一点。我发誓这是真的。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对这个女生的印象，我就真的吓到了。聊前任这个也很，哎呦，前任我觉得当然是不好，但是因为基本上女生不太会跟我聊前任，对，多半哈，我觉得 NG 的这个行为就是穿着不得体，不得体。对对，我这么保守的人。对吗？就像多不得体，会去图书馆约会会穿低胸吗？不可能嘛！对，真的会看场合。哎，真的有。有一次我约到一个女生，真的是很漂亮，什么都好，条件都很好，然后是个小王美来着。然后我就终于约到她了，我们就去一个这个名贵的徐徐微风的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吃饭。结果还是说出微风。然后那女生就是小王美，她就说到时候可不可以帮她拍个业配，拍个照。我想说 OK， 男生的技能就是要会拍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订好餐厅，然后就过去了。然后到了之后，她说她想先拍照，她那天穿一个就是风衣。我想说哦，应该是这个服饰的这个业配，对，准备好这个。对，然后选在一个那个很漂亮的名牌那个墙前面，有没有？是。然后就站好，然后一开始背对我嘛，就他一转过来，哇，就把衣服给脱了，耍流。他干什么？他在那边拍他的泳装业配，有可能吗？他怎么会在那边拍？这个很夸张，是真的假故事？是真的。是真的，他会上新闻吧？他一脱下来之后就尴尬了，拍到那个兜面那个警卫有没有？都来看，再把我们赶走。我觉得当下最尴尬不是他穿的少，是他无所谓，然后旁人看也不是他看的。你会不会啊？那要快闪啊！对啊，拍完了就赶快。我想快闪，他在修照片，不是。你回去再慢慢修了，我给大家看看网络这十种这很常见，这个想第一次就想来一下的有没有？拜托，真的不行，特别菜啦，很可怕，吃相很难看，到现场稀稀疏疏的，你应该多交流，你哗哗就。然后对，好讨厌吃拉面、喝汤，人家有一点点声音呢。日本人 gay 掰嘛，文化，人家那边菜嘛。然后穿搭适当，就像他这样穿比基尼，好吧？啊，这个不行的，没心了，没心，知道是没心，不知道。因为什么？你到我身边。带着微笑，带一个微笑，这样是不 OK 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嘛？微笑，好讨厌，迟到不行哈。啊，缺乏规划准备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要去吃什么餐厅？不知道，看都可以啊。啊，不然那家很有名，没定位哎。因为有一倒过来，如果以男生的角度来讲啊，以男生的角度来讲，你要 organize。是 organize 是什么 ？organize 规划，你要规划。对，一直滑手机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聊前任，聊前任，不尊重，不尊重。还有一种智障，女生会把男前任纹身纹在自己身上。对，有这种人吗？有。
上会有这种人，我不信呐。后来要分手说要去那个他或者改图案，更不可能。那个智商通常都比较低的。哎哎哎，转过去，哎，对不起。我觉得今天的钱好难赚哦。改掉了吗？你改图案了吗？没有啦，那就是一个改了，没有改。就是一个记录啊！哇，一个记录，怎么了？你们忘？该不会是一个碑文吧？现在就是云飞，现在身上有300多个名字哎！不是真的，跟忠烈祠一样。在哪里？这边呢？那是什么？啊，那写什么？金康 King Kong。不是真的有，就是刺青，然后还有他的生日。你现任看到这个不疯掉？没有，因为这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嘛。过程。所以我觉得他要跟我在一起，他就要能接受这个。一切都是过程。嗯，那真的。像我就不可能接受。哎，我以前美国高中同学，我不知道这个。他老外有。女生哎，她是刺在很私密的位置哦，然后她还给她高中哎，给我们全校同学看。真的。她是她写 Welcome。哇塞！他写他是 welcome。他后来他的职业跟这个有关系吗？没有，但我们就觉得哇，这个女生那个刺错，然后男朋友叫 Wilson 啊。美国人的英文还不好，要前任死了哈，谎报外貌哦，这个最多身材来都不行了，因为一见面就不诚信了嘛，对啊，讲话无趣，令气氛尴尬。这个据点王最怕据点王，据点王的吧，难聊，对，画符。硬讲冷笑话，自己傻笑。一人少就三观的价值观、金钱观不行。来，第五名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做了这个大家一起解讨论。我们做了调查哦，看一下100位。哇，聊前任是第五名，然后得到9票，男生4，女生5。这边是上班族、单身男女投的票哦。来，小同学，聊前任的事，我前一阵子有一个女生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嘿，跟她约会了几次呢，觉得开始慢慢开始要了解更深入的时候，就聊到前任了，对啊，难免因为我看到好像身上都穿一些名牌或干嘛，我就好奇嘛，然后说那你前任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男生或干嘛？他说前任是蛮有钱，这算是富二代之类的。OK， 然后我说重点呢，他说重点是，你跟他讲你也是富二代啊？啊，对对对，他是富二傻瓜傻二代，富二代最傻的那一个。阿姆是小开哦，真的哦，对，他爸爸是锁匠。他说他前任男朋友平均每个月都给他10万。哇塞，是包养吧？我绑了。听到他也说不是包养，就是他男朋友就是有钱，就会给他10万，大方给他这样。哇，重点是一般的女生，譬如说。我跟你这样无功不受禄嘛，所以我是最怕是碰到什么恐怖情人，分手还跟你要回来，对，对呀，很多就是这一种加倍奉还，所以我就觉得哇下流吧，对，是那个前女友要搬家，都已经前女友，他说要搬家可以不可以赞助一点？哦，他说赞助还跟你 sponsor， 跟你拉 sponsor 啊，真的好笑哦，那你要赞助什么？就赞助咯，还是拉住。那搬家照理讲就搬的内容而已嘛，他没有因为还有这个这样，我是什么意思？这样是什么？选3号是吧？3号落选了，选3号不是，他说还要3个月的押金，关我屁事！押金也没水准，对，所以这就是眼光很差奇怪，宪哥遇到眼睛要掰开一点啊，对啊。哇，没事，我都给了，反正没有给他，最后是给露西派啊。给我啊，你奇怪，给我。你嫁人了，嫁的出去，女儿就跟泼出去的粪一样。所以你要是不行，那本来天人不行，天人交战。有，我之前遇过，但是这个男生我跟他算是吃过2次饭，然后第一次吃的时候是最后一次的大概前3年，就我们认识很久哦，对。然后一开始是他，我记得那时候他刚离婚，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真的没有很熟，可是他一直不断地在讲说他的前任前妻的所有的事情，然后说什么前妻跟他离婚后一直在埋怨，对，然后就说什么后来又交男朋友，然后说为什么会跟你聊，对，为什么会离婚，对，为什么离婚是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差非常多，然后当初是不小心的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是说你的部分啊。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实际的理由。你知道有些新闻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？没关系，绿媒不报的，中天来报。
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